母老虎要来看小老虎了。妈妈，妈妈，然后没抓到就孔。你妈妈，妈妈，孔。他现在真的跟我儿子好像，好好笑。又是崭新的一天，今天是2月14号，情人节，情人节快乐！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情人节，今年情人节非常的不一样，因为苏珊多了一个小情人，小宝贝。我有两个情人了。今天来这边呢，有几个重点，一个呢就是要来看小老虎。六福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诞生了一群的小老虎，超可爱的，可能3个月喽。所以不知道小老虎有没有变成大老虎了，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这边看一下，超级期待。那我们就赶快去看吧 ，Let's go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好多甜点的装置艺术。这边这个是棒棒糖，然后后面这边有一个被咬一口的甜甜圈，好可爱哦！它就在他们的阿拉伯皇宫的外面，这边放了很多的装置艺术。好可爱的阿拉伯皇宫的沙雕，你看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 ，so cute。然后棒棒糖，车子进去了，有羊的声音吗？我听错吗？是咩吗？三只小老虎，跟你一样哎，小老虎。我们还是要再站在外面的。这我很有经验，看我儿子就知道。Mask on。谢谢。母老虎要来看小老虎了。母老虎真的好可爱，而且小老虎它真的习性跟小猫咪感觉其实是蛮像的，因为我本人也很喜欢猫，所以看到它们就有一种不自觉的怜爱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母性光辉又来了，有没有？看到小朋友就会觉得很想照顾它。他现在真的跟我儿子好像，好好笑。我就一直看到我自己的小孩在那边，妈妈妈，然后没抓到就孔，妈妈妈妈孔。超可爱，感觉就像大猫一样。现在的习性真的很像小 baby， 完全看得出来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这就是母爱吧？对，他们比 Cody 还小哎。不过来这边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6岁以下小朋友是不能进来看的。所以刚才我跟 Cody 是在外面看，然后只有苏珊跟中岳进去而已。呀，好可爱。对，好，走吧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来到公主变装间，它是一个给小女生，小女生你可以来这边挑一件衣服，然后你就会变身成公主。哦、然后你在变身成公主之后，对，她会帮你拍一张照，然后她就会付给你一个证书，就证明你是一个公主。而且还不止这样子有，你就是挑完所有的配件跟你的衣服之后，你在这个园区走，嗯，你到每一个地方的每个游乐设施都是快速通关。哦、所以以后生女儿要在这边先变公主，然后就可以快速通关。就是每个工作人员看到你穿公主装，他就说：“公主你好 ，Your Majesty，、哦、please wait please。”然后就超可爱的。所以她可以在这边穿一整天。对，她就是可以穿着一整天，然后你这些配件都是可以挑，就是给小女生这样。大女生就没有了，你已经长大了。现在要来玩旋转木马。对，只有这个才能玩。我现在也收集了各地的旋转木马了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看不到我。
感觉 Cody 蛮紧张，然后又想要玩，对，就又兴奋又紧张的感觉。吃餐，吃午餐啦！我们今天吃午餐的地方是在阿拉伯皇宫，也是现在在办活动这个甜蜜魔宫的旁边里面这一家。听说有这一次活动才特别有的餐点，所以我们就来去吃吃看吧。好可爱哦，里面都是这个神的精灵，有没有？酷！来来来来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点的餐点，点了一个这一次才特别有的咖喱牛肉，然后很特别的是它有附这个小甜点，看超可爱的，哇，这是女生会喜欢的，你看超 Q， 好梦幻的感觉哦，啊，很可爱。副餐是附一个蛮基本的薯条，然后搭配他们的造型盒子，哇，这是小时候的回忆耶，又附存的这个猴子。然后另外点的这个也是咖喱，配的是鸡排，一样有玉米花椰菜跟甜椒。最最最特别是这个儿童餐，你们一定觉得说特别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最特别的是呢，你把儿童餐吃完之后，你可以把这三个餐具都带回家，还附了一个这个小汤匙，所以我们以后家里就多一个儿童餐具，超 Q 的。那三点的话，它价钱是399块。所以我觉得是蛮划算的，因为你吃完之后还可以拿到这些餐具，等于说你买了餐具，然后又可以用餐。嗯，你们知道哪里最好吃吗？咖喱啊，随便随便讲一个。道歉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去逛甜蜜魔宫的市集，主要是卖一些点心啊，还有一些小吃。对，你看这个好可爱哦，烤布雷布丁耶。对，是烤布雷。然后那边有卖烤香肠、糖葫芦哎，草莓。对，情人节吃糖葫芦，甜蜜蜜。草莓糖葫芦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糖葫芦我不知道怎么说难喝哎，我蛮好喝。在这里面卖很多糖果，来看一下，还可以做指甲彩绘，里面有超多糖果的。哇，好大一只！这个拿来打人会痛哎、欸！哇，超硬，超级硬，超级硬，很重，超级。哦，很重哎、欸！我刚刚直接整个偏。不是开玩笑的。不要把人家弄断。我以前很喜欢吃这个热狗堡的糖果。哦，还有汉堡。我喜欢汉堡。汉堡。哦，这蛮好吃的，有炸鱿鱼哎、嗯！炸鱿鱼99而已哎！啊，其实不贵，其实不贵。炸鱿鱼反而便宜。这个摊位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哦，跟他们剧场里面的表演做一个连结。玫瑰之心就是刚才剧场表演的男主角跟女主角的定情物，所以我觉得好特别哦。这是玫瑰之心吗？对，这个就是玫瑰之心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定情之物。对，他们的定情物。这个79块，定情之物。听说吃了这个之后，恋人就会长长久久。自己讲的，就这种市集很适合我们。我们六福村，我们这些刺激的设施都不能玩。那这一次他刚好办这个主题活动，因为我们带那种小朋友嘛，我们只能玩旋转木马。那玩完就不知道干嘛了，怎么办？就看秀，逛这些市集。好的，待会1:30呢，我们准备要看另外一个秀。这个秀是这一次甜蜜魔宫特别有的秀。
好可爱。耶，好玩好玩！原来除了迪士尼之外，来到六福村带小小朋友来也是非常好玩的。小朋友还没有满一岁，我觉得这次超适合的，就可以看表演、逛市集。表演呢跟市集还有一点串联，还蛮有故事性的。刚才那个有连接到，就会觉得想买。对，然后在这一区就是我们早上拍照这一区，光是在这边拍照呢就可以好好拍。推荐大家过年期间或者是在三月底之前都可以来这边玩玩看。六福村的甜蜜魔宫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！情人节快乐，拜拜。今天公月又来当我们的摄影师了，耶！怎么样，情人节跟我们耗在一起，很可惜吗？其实我觉得可以啊，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不行。不过今天还是很感谢公月啊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拍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公月帮我们拍的话，三个人入镜画面会比较好一点。